你看他正高兴，啊！叔啊，我告诉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咱跟发财了。发什么财呀？你不是你，你看这是个啥？哎，三儿，咱虽然现在要饭，但君子爱财，娶的有道啊。对呀，你跟他讨人家的。咦，呸！你说啥嘞？谁偷嘞？这我路上捡嘞。捡的？哎。 谢谢大商，谢谢大商，谢谢大商。哎呦，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哎，应该真把您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多谢。哎，呀，谢妈妈。哎呀，妈妈，今天不满意。是无奈啊。丢了就丢了吧，别难过了，别难过了。哎，是什么样的金簪呐？红透金簪。哦，可是这个嘛。哎呀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妈妈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公子啊，哎，你行善命甚呀？哎，不留面，不留面。俺属叫失信。 谢人家呀！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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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！别装了，姑娘啊，您认识俺叔啊？您再仔细看一看呐，啊，您看看。啊！哎，还不好意思了。叔啊，啊，那金簪都换回去了。
兜里有没有银子，可咋办了？哎呀，二憨呐，做人要拾金不昧呀，不是咱的东西，咱们不能要啊。你是拾金不昧了，我可饿着肚子了。你就知道饿啊！二憨，这个人是不是喝多了？你啥喝多了？一看就受伤了。赶快救人！快！哎，叔啊，路边人能救吗？不怕饿咱呐？二憨呐，做人要凭良心呐，咱们要见义勇为。赶快救人！哎，我操！哎，这位老兄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哎呀，这位老兄，你这咋回事啊？大哥，刚这土匪要杀我！啊！大哥，救救我！救救！这咋办呢？二憨，哎，赶快把衣服给他脱了！哎，快点！好，哎，好，哎，赶紧把他藏起来！站住！哎，快点，跟我走！哎，把他藏起来，快快快快！哎，快！啊，二位啊，这个衣服是你的呀？是我的呀，你的呀？哎呦，你怎么打起我来了？我还穿你！哎呀，二憨，快救我！二憨，快来救我呀！二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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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老兄，这位啊，你咋死了？哎，这位老兄，你是哪儿的呀？家住哪儿啊？要往哪儿啊？我要报丧去到哪儿啊？哎呀，这是啊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这我这啊，哎呦，是相公啊，我是相公，妈妈，是相公，就是刚才给咱送簪子那个是相公。是相公，吴大姐，李妈妈。哎呀呀，这个人他咋了？这位相公遭遇坏人抢劫，一遭不测呀！啊，死了！还可怜呐！哎，是相公，你没事吧？哦，皮肉伤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赶紧把他安置起来吧！快快快快啊！哎呀！你说这兵荒马乱的，咱躲到这乡下来卖艺，多不容易呀！你可好，还要带上这个石公子，要我说你是……哎呀，妈妈，石相公，你起来啦！起来啦！好些了吗？哎，好多了。那好，那我给你做饭去。哎，大姐。我来帮你，不用你帮。哎，一定要帮。行了，我去做。那好。Bye.
接了
情，真唱才半点文言，一落小盘，扑腾扑腾扑扑腾腾，稳不住心呐，扑扑腾腾，稳不住心。是，那是啊，来了，喜丹，走走走走，参见师收北，知府大人得知收北依然启程，特命小人前来迎接赤收北进村夫人。哎，错了错了，有没错？我是石行，对，你是赤金。到镇上筹备上任收北，以摆酒订婚。哦，走路头晕。表姐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说，哎，走了，吴大姐，我上任去了。亚仙儿，妈妈，是相公去那么久还不回来，不会出啥事儿吧？哎呀，不会了，你看他一脸福相，不会出啥事儿了，放心吧啊。亚仙，哎呀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哎呀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哎呀，快点吧！哎呀，亚仙呐，我刚才看见你家石公子在集市上被人给抓走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真的？哎呀，真的，真的。亚仙，亚仙，亚仙。哎，操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老爷，帽子。哦，还有帽子嘞。哎呀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哎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啊，你们也下去吧，啊，是，好。石秀才转眼成了赤手白，穿官服这玩意儿还怪不好弄的，这会儿啊，杨五杨啊，杨五杨啊，喂，刀枪剑，全叫功夫半点不会将兵法。说真是一通乱追，阴差阳错我就为，哎，落得个小县令府当官一回，与大姐阴心断，愁难难说。
情去除邪，无间就会一路走一路寻，不弃无罪。说，二憨，你没死？啊呸呸呸，恁才死了。耶啊耶！说，恁做的这啥官啊？守备，咦，可中，守备好啊！你看，你守备是抓钱嘞，拿钱嘞，守信不中，要钱嘞。胡说！老爷这守备是防守的官，是警备的官，是掌管一州防务。什么守信守备？以后不懂的不能说。说不明白的不要说，我不叫你说的不许说。会憋死不中。我跟你说呀，如今呐，你叔姓赤，单名一个金字，叫赤金。哎呀，叔啊，恁做了官儿，恁姓都变了。二憨，叔，随我赴宴去。中。